你好，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是在中国高铁上的一个视频。高铁就是中国最快最快的火车。在这个高铁上，他们在放一个视频，然后这个视频说，我们不应该在高铁上化妆。因为在高铁上化妆是不文明的，不文明的意思就是你做的事情让别人觉得很不舒服，可能你影响到别人，可能你让别人觉得很恶心。对，那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，不文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我说说在中国。比如说吐痰，那第二个是，比如说在公共场所抽烟，对，这个也是不文明，因为在中国现在公共场所是不可以抽烟的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是，比如说可能没有很多座位，那你一个人占了2个座位，然后别人要坐也坐不了。这个也是不文明，就是会让别人觉得很生气、很讨厌。好，然后还有比如说，你在火车上，然后你看，可能你看视频、看电视，然后你没有用耳机，没有用耳机，你功放得很大声，这个也是不文明。所以我觉得每个国家可能都是不一样的，可能。有的行为在有的国家是可以的，是被允许的，那有的国家是不可以的，不被允许的。为什么我看了这个化妆的视频，我觉得很生气？因为第一个是他们把这个视频做得非常夸张，大部分的人和这个女人化妆。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个女人她的工作就是教大家化妆。我觉得做这个视频的人可能觉得她做的视频很好笑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化妆的。然后最后在这个视频的最后，她说：“不要在高铁上化妆，在高铁上化妆是不文明的。”那我觉得很多女的看到这个视频会觉得很不开心，很生气。也很震惊，就是在中国的高铁上，你是可以吃饭、吃东西、吃什么东西都可以，然后你可以聊天，只要不是很大声，你可以聊天。但是化妆是不可以的，这个就非常的奇怪，因为很多女的如果她要化妆，可能是因为她没有时间，很赶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在高铁上化妆。我也相信大部分的女的，她们化妆的时候都会很小心，所以很多女的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真的非常生气。然后有很多女的都说，她们一定要去高铁上化妆，因为太过分了，然后最近也有很多人说，在高铁和飞机上如果有宝宝。然后你们知道，宝宝坐车的时候可能会很不舒服，那他们可能会大哭大叫，很多人觉得很不舒服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可能他们也不是妈妈，也不是爸爸，所以他们不知道宝宝在很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大哭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这个宝宝真的很小，然后他大哭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在中国也有，比如说可能十岁左右的孩子，他们也大喊大叫，然后跑来跑去，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孩子，真的很讨厌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说，没有办法，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，他是一个孩子，他做什么都是不奇怪的。所以就是可能年轻人要理解，宝宝哭是没有办法的。然后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哭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应该要管的。好，我还看了另外一个新闻，就是让我更生气的，因为在中国的高铁、火车在公共场合都是不可以抽烟的。
那如果一个人很想抽烟怎么办？他不可以在高铁里抽烟，因为如果他在高铁里抽烟，他会被罚钱。然后呢，很多人他们就会等高铁停的时候，他们会下火车，然后去抽烟。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不可以抽烟的，但是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觉得公共场合都是不可以抽烟的。你们知道高铁停的地方，火车站，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公共场合，会有很多人。然后中国有一个新闻，就是说这些男人他们都等高铁停的时候下火车，然后抽烟，然后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在中国以前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因为他们要，如果你抽烟，你要点这个烟，对不对？点烟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。然后有一个新闻说啊，这些男的非常有礼貌，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下车抽烟啊，所以呢。结合这两个新闻，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，在中国，当一个女人太难太难了。我很少很少化妆，然后我，但是我看了也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化妆不化妆是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，就是，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真的太爱男人了，所以我非常，我心里觉得非常的不爽，非常不开心。好，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，如果你是女的，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你会很生气吗？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文明的？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次。